来，先玩一个新手游，《寸土之争》。那游戏呢，一来可以选一下阵型，地点。哦，招募赵云。就是那战斗方式。所以它的主线，它也是一个有主线的 SLG 啊。啊，应该是以武将为题材哦，可以看一下。出征酒馆。招募？哇，太扯了吧！所以它玩法就是这样。所以它怎么玩呢？补兵、出征。然后再继续虐地这样。对，有武将系统啊。这边呢就有装备。三板。KG 战斗。那怎么觉得他真的玩法啊？蛮帅的，哎，我的名字被乱取了，该等一下会给改名的机会。这边应该引导我们把赵云获得，那这样就赵云了，有没有？哇，接下来送蔡文姬耶，好扯哦。我现在要 boss，哇，还可以这样最小化，这样太溜了吧！所以可以边挂机边战斗啊，招兵买马有点像是补兵，天哪，好猛哦！任务。断层可以干什么？所以会玩了吧？赤壁，那叫赤壁之战。哦，全部一起打他这样。啊哈哈。这样就赢了，是不是？蔡文姬攻城略地也有了，都在教学啊。赵云呢，就可以升级、升星、装备、穿戴这样。哇，这边就开始继续攻城，那可以一箭补兵，一箭解散，一箭补兵出征，
那三次的意思就是说攻三次，随便你选。哦，非常不错哦，所以那玩法就这样子，那你就继续攻下去。有呀，哎，不错的。然后他有邮件啊，跟外交、锦囊、城池、贵宾啊，这边可以取名字哦，记得改名。福利啊，伺服器啊，设定。哦，这边也可以是他抽东西的。啊，全图鉴都在这里啊。可以预览吗？哎，不能看哎，真的假的？那这里可以看吗？好帅啊！好了，就这样玩了。那你就继续攻打下去。